OK， 打个闪不亏。然后我第一时间，我想出草 A 他，我再进草卡的视野。哎，我想卡卡视野。更多火药，背叛就像在伤口上。对，跟天爵说一下，他没闪。重生。First blood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一二级过车。Double kill。雷楼没啊，烧吧，大海没有钱，但我有。我无法理解双方打野，对面打野也不来，我们家打野也不来。别人野区在打，为什么没有来？大哥，我说的是双方打野，他他妈在这里反蓝 buff 都不来越。我说的是双方打野，千珏刷红，然后 F6 抓中，抓完中然后去刷石头人，刷完石头人回家出来，蓝 buff 被反了。这路线你完全搞不明白。这凯隐也是，凯隐刷完他们家野区过来不来上路抓去反蓝。你怎么能理解吗？真无法理解。但凡对面打野厉害一点，我上路都裂开了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又一个。我 Q 他就行。如果他 A 筒子的话，我 Q 他，换血就不上去。如果能抢到筒子就更好了。捡了个人头啊！我要暂时远离杀戮了。
谢鸡仔的好兄弟送的办卡，谢谢老板，谢谢好兄弟，谢谢好兄弟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天狼刀涨了100，加了10点攻击，涨100块。更多火药，死亡的潮汐，我的归来。再给你抢个桶子。哎呦，这波桶子丢得太远了，刷一个被动他就没了。求稳的出暴击，在他 A 出地下的时候跟着 A 桶是有机会能抢的。这波第二波桶子是离我太远了，就不太好抢。感觉可以先出滑铲，不知道出暴击了。刚刚点燃平 A， 就平 A 被动点燃跟 Q 的话，他是不会立马死的。如果那个塔会 A 你两下，他临死之前多补一点伤害，你有可能会死。但出暴击了，我不知道出暴击，我需要那个点燃和被动烫死他。烫死他的话需要时间，你不闪的话他就多打你两下。喷喽！算了，不追了。Killing spree， 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更多火药。我假装走，去偷袭他一下。当心火药桶！他们的眼泪将为海洋补充盐分。旁边有小兵可以跟他换换血，反正他打不到我。无限倒喽！烧吧！
重生。你们在这里做嘛该？有什么好玩的我也来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变成了蛋蛋。别来了，让你他妈不抓我是吧？坏，就抓这个吧。让你不抓我是吧？看不起我。哎，兄弟，我来帮忙，我来帮忙，我就爱乐于助人。禁止拆塔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，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感觉沙皇应该很好打冰鸟的吧，不吹不黑。飞人头，就这点伤害还越打，笑死人。有个眼线在外面，清算就要来临了。灌篮，不要以为我不在你们就能安逸。我的花剑，看我走位，看我走位，兄弟。漫天飞雨，六，好死。我那边有年历吗？有呀，都过了呀。下次早点问，请你吃年历哦。
意义的，按应该按个 H 不动就好了。敢想的呀，这砸到不行，凤凰不是倒霉，他是孤兵。坏了坏了，遭报应了，遭报应了，兄弟们救我！应该没事。上电视了，想要办牌子的直接点这个上电视，一毛钱就可以办牌子了。谢谢兄弟们办的牌子，谢谢谢谢谢谢 ，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。好久没去找卢锡安了。感觉也不太好逼团了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大龙应该没打，他这个墙怎么这么宽啊？肉魁肉魁肉魁，丢，给他宽的不要不要的，动手动手动手，你小子不开大救我，凤凰有毒，大大大吓我一跳，还是拿龙吗？
还行。借你一块钱，借你一块钱，好的，说借就借，我这个人大气得很，区区一块钱。微信到账一块钱，差钱大高，我要一路看他四十块，感觉不好开大招呀。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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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点钱，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什么借你一块钱，你给女主播刷个小心心，你是不是人啊？啊？搞这种东西，我怕泰坦开我呀，千珏大还没好。最好等千珏大好了再说，泰坦开太烦了。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你们靠闪现，哎呦啊，这还打不过呀，走哎呀哎呀，丢丢丢丢，还行，拆塔拆塔拆塔，哎，这玩的全部都打我呀。这就有点难受，龙魂没。Shut down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是啊，你别怕他呀，你凭什么怕他呀？怕他条毛？没事，我来抢。干他们！要不要不要不！丢你媳妇！啊，随随便便，我把脚放下来，他们就不行了。黑塔了，怎么不挂我？